大家好，我是机灵一走天下客锅，今天给大家来讲解 G75 编程。我们这个 G75 不是切槽啊，我们是切平面，就是我们正常的外径刀劈平面。我们从 Z5 劈到 Z0， 我们来看一下程序。 M3S600G99 T101M08， 前面机灵 X80Z5 X 和 Z 分别定位，从 Z5 啊平面平到 Z0。G75 第一行 R0.05 的话，就是每次啊进刀之后退 0.05， 然后让它达到一个断穴的一个效果。 G75 X-0.8， 我们从80平面平到 X-0.8， 这个 Z0 的话就是从 Z5 啊平面平到 Z0。 P500 的话是我们的一个 X 方向，每次平面平 0.5 啊 0.5， 然后退 0.05， 这样的话就可以起到一个断穴效果。那么这个 Q 值 Q 一切的话，就是我们 Z 方向每一刀的刺刀量啊。Z5 比如说第一刀 Z5， 然后我们第二刀就是 Z4 Z3 Z2 Z1 Z0 啊，这是 Z 方向的刺刀量。 F0.22 的话是我们的一个走刀速度啊，每转20/20。机灵 Z150 退刀 M30 程序结束啊。我们机代码也可以灵活运用，不仅这个可以用于切槽循环，也可以用于平端面啊，也可以用于平端面，起到一个断穴效果。好，今天我们这个G75就讲到这里，关注我不迷路。